吃喝的，怎么样升级？你再多拿吃喝，你就可以升级了。好，升级就可以升级了。你就可以升级了。你不用讲再拿二十盒不用，你再拿十盒你就可以升级了。好，这个升级了。啊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哈。今天你进来的话，你只是个消费者，你拿不到一些很多花哦。你必须要成为传销商，怎样传销？你必须有一个 A 一个 B。你会生两个孩子的话，那你就会是个你是不是你，你就可以拿到一些奖金了。不然的话，你是消费者了。对，那这个刚才讲的话，赔你懵了。啊，还有就是有什么好处？假如你是白金的话，因为这个你讲下去啊，他们讲，哎呀，几时能够赔你到这么多？赔你就是讲，反正这条线到哪里，这边线到哪里，反正就会对碰的，不管第几代，反正对碰的啊啊！所以啊，你不要小看这个一千块哦。公司一定它有那个 limit 吗？假如我没有 limit 给你，糟糕，对碰到很多下去怎么办？公司会倒哦。啊，公司会什么？那还给我？公司倒的话怎么办？我们也没了，所以公司必须 limit 掉，你一天最多只能够拿到一千而已。啊，只要你够的话，最多你就拿五百。因为没有 limit， 我们的对碰是，你看我的线跑去印尼，跑去泰国，跑去中国，那个吓死人哦。所以公司做最后，每个人都没 limit， 没有 limit 的话，就完蛋。所以公司就是不要 overpay， 不要 overpay 也是保护我们的哈。那一天对碰最高是多少？一千马币多少？五千一个月多少？一万五。才一万五？不止啦，十五万，够吗？我前两天啊，我看到都很兴奋，我一天可以拿五百多。IWD。啊，不错啊。2000多。所以刚才讲的那个，当你孩子开始生孩子的时候，开始产生对碰。当你是白金的话，你的亲生孩子产生对碰的话，你就是拿30%；你是勾的话就20%。那你的孙子呢？勾的话产生对碰，你才拿10%。然后你是保定店呢，是拿20%。孩子下来，孙子下来什么曾孙啊？所以你勾的话只有曾孙咯，再下来没有了。那我们这个是保定店可以拿五袋。然后你讲我是拿一盒的配套怎么办？糟糕了，你只有拿一袋而已。你孩子生就有，你孙子再生孩子你就没了。所以你要发展这个生意，你不是因为我们市面上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消费者，哎，我只要吃便宜就好了，你不要跟我讲 play， 他不明白，没关系，就一盒给他做。要赚钱的，就像我们今天来的，应该是想赚钱的，你必须把你的户口很快升级到白金。比较多吗？啊，刚才是对碰奖金哦，对碰奖金是没有 limit 的，下面的管你跑去印尼啊，跑去泰国啊，产生对碰，一天里面是1000哦，这个也是一样的吗？当你孩子多的时候，很多人很厉害，像不干很多超级人，他可以 sponsor 一个月30多个人，他很会生孩子，假如他复制下去的话，他也是很会生孩子，孩子一生孩子，那个对等奖金会多吗？多、哦。所以我们只是12个人哪里够，真的不够，你生孩子生少是你自己亏本，生多下面开始生的话，生那个没轻也是很厉害哦，你被小看哦。所以你看，假如你是白金的话，也一样的 limit 给你，管你生1000个2000个可以，可是我只有给你最多1000块，一千马币多少？五千一个月是5万，是刚才那个没轻门是5万，这个又是5万，多少万？沙加班，沙加班还高用吗？贵潮的，那就是我的技对呀、啊。你就是动不了心动吗？你会去看那个？因为这个就是你们不可以停止保健的嘛，停止保健，你讲哎，十二个够了，糟糕，你的孩子。反正你看，我们今天做生意一样吗？我今天有12个顾客。明天还要12个，我会再找吗？不可能停吗？我们必须找，我们要赚多钱啊！这个你真的你要一定要找人的，不可以停的。对。啊，这个啊，刚才我就讲了吗？
我今天进了会员，我开个户口，我做个会员，我自己买来吃便宜就好了嘛。我自己吃便宜，买一盒公司回扣你多少？7.5块，七块半换成马币多少？15块咯，哎，37.5块咯。所以讲，哎，我今天不想搞什么这个啊直销，我今天也不要什么，我自己吃便宜就好了。我自己开个户口，我自己每天买一盒，公司就回扣你37.5马币，是7.5吗？啊，就是你的。假如是冻龄的话，冻龄的话是40分，我们的产品只有一个冻龄是比较多，40分，那40分就死了，就回扣你多少？你买冻龄促销的话，他就扣你50块马币了，因为是10分嘛，10分乘5就5嘛，所以普通的是37.5，冻龄的是50块啊，这个知道了啊，这个就看不一样了。假如你今天是哪一盒的配套，你的第一代你的孩子他做每天，你就拿他的10%，赚多少？10%多少？30块，10%，3块，3块乘马币5，15。所以你第一代他今天我介绍朗英，他吃好过后，他第二个月他自己再买一套，他买一套，公司就会补贴我多少？15块马币了。明白啊？所以第一代你只能够拿15块，你的孩子重复消费你拿15块，你铜的话只有拿一袋，你是白金的话你可以拿7袋。所以你开始组织在跑的时候啊，你就赶快去升级了，你没升级的话啊，你就拿了这个月你就拿少了。啊，到这边 OK 吗？不是啊，你亲生的啊，你亲生的孩子算第一代哦，楼上放下来的不是你亲生的，是刚开始没有算哦，所以这个只算你自己亲生的，你自己亲生的孩子他会结婚会生孩子，那个算你的第二代，他会自己生孩子算你的第三代，楼上搬进下来没有算哦。 OK 明白吗？啊，那个就这个是很够力了。所以我今天跟你讲，你不可以停止生孩子啊，一定要马上一定要一直生啊，你生多多了无所谓，只要有6个他很听话，他会生两个孩子，会生两个孩子的人，你讲他就是讲他认同这个产品，他会吃好再吃，吃好再吃，吃好再吃，吃到几次？吃到不知道，他因为他看好示范啊，所以示范很重要，他看好这个示范，他一定是认同吃下去的。那我们不要讲多了，你的第一代有6个孩子很听话，每个月会自己买来吃的，不用你讲了，自己会 key in， 自己会做 order 的，有6个孩子会这样子做。那一样的第二代呢，也是最少6个孩子会听话了，我们不要讲20个，像我们的有些这些人几十个自己孩子会做了，我们就讲6个孩子会听话了。你看6的复制是讲6，第二代也6个，你看我们讲到第七代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讲白金，是不是白金能拿7袋嘛，所以我们就讲在白金哦，你的7袋每个人会听话，自己做有6个人会听话啦，每一代就有6个会听话啦，你看多少钱乘马币呢？我们讲不用这么厉害啦，他的10%的马币5块好不好？这边多少钱我不会算嘛，个十百千万16万，16万，16,000，没有16万，16万我们讲不用讲6个孩子很听话了，10%的孩子会听话了，16万的10%多少？16万呐，16,000乘马币5多少？8万多，够吗？够了，8万太多了，所以我们不用想到很复杂。不是每个人可以完成，可是我讲有6个会自动会 order 的，不可能不会吗？像我现在我生的应该生了19个孩子，我应该就2个孩子不听话罢了，就不会什么情况。我跟你讲，他就17个孩子会听话，他子子孙孙不止17个。对啊，可是这个我还没有停止啊，我还会继续做下去的，而且我不是做一个户口，做很多个户口。虽然上来了啊。你看，然后这个孩子怎么重置？
就是假如你今天只是个 go， 这个 package 啊，只有给 go 人有，跟绑定店有。假如你是拿一盒的铜跟这个 silver 是拿不到这个 unit level bonus 是没有，你没有了，你不符合的，你必须是个 go。啊，这个我听了老板讲了过后，我听了过后啊，我用那个的是微信，我就睡不着了。我昨天跟一个老板讲话，他讲他也睡不着了。他又睡不着，我就跟他讲，不用这样，太多了，你太多钱了又睡不着。这个真的很奇怪，说你不要小看这个钱，只要你今天你是够的话，刚才讲亲生孩子还有钱不拿，不是，这个是你刚开始就有了，不管你上线 parking parking 的，像保育界啥啥的，下面 parking 的几十个人我也不懂，这些全部是你的刚开始，刚开始只要他每天一盒。你最少是勾了哈，所以你一定要勾 OK， 他每天一盒你就有一毛钱，几袋十五袋里面全部他有一免费，你就拿一毛钱，一毛是勾才能拿，对，一毛乘以勾一下了没有啊，所以最少要 upgrade 勾了、哦、可是我再讲下去你讲哎呀我上百斤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百斤的话你可以拿三毛钱，而且是三十袋里面哈、哦、你看好、哦、三十袋一毛，所以你看我们的线现在啊，我们的上线很卫生嘛，甚至没有地方放了，就乱 parking 了。你讲到三十袋吗？我看我下面现在已经超过三十袋了，所以下个月就很多人做每天了。一做每天我就开始有点利利了啦，因为拿三毛钱。他在刷牙时，你睡觉都有存在。对，三毛钱。没睡觉的时候。乘马币五块是多少？一块半嘛。对。所以你这个三十袋里面的人。这三十袋里面的人，只要他拿一盒，我就马币一块半。而且现在的人一盒一个家庭拿一够吃，像上个月很多人为了冻龄疯狂，我一次过拿八盒，十五盒的也有，送两盒，那十盒是多少钱？五盒就每天，没有拿十盒是多少？看来一盒三毛钱嘛，十盒三块钱，三块钱乘五。不错啦，是不是？假如我不会讲很厉害啊，这个是真的讲很老爷啦，我一个人找两个人一个月，不用生多啊，生两个就好啦。你看，假如我三十个月后有多少个人？所以这个我们真的，你不要看前面真的很少钱，几毛钱，你看到哎呀没啦哎呀，可是你看你要这个做这个生意，你要看后面，你一直复制下去的话，你看。啊，这个是讲两个罢了啦，我就不相信这里面的人只有生两个，一定生很多，啊，所以真的你要看有，不要看前面的一点点钱，你要看有。你看我们今天做生意，做了10年，做了20年，不坚持没？坚持哦，没生意的话还要每天开门哦，下雨还要开门哦。这个你做几下，他讲那个痛不干了。是你亏本了，你没有看到后面的钱了，所以你必须走下去，你到后面你就哎呦哎呦，还好我今天当初没有放弃。